决定了？十年苦读，无论如何我都想试一试。那你不会忘了我这个唱戏的吧？如果你不相信我，那我便留下来。你已经为我耽误的太久了，这次的电视说什么都不能错过了。可我舍不得你。希望他能保佑你金榜题名。这龙凤玉佩是你的护身符，不能分开的。你留着这个龙形玉佩，见他就如同见我。待你金榜题名，衣锦还乡，再双玉合璧。念想，我还差你个拜堂礼。等我金榜题名，衣锦还乡的时候，一定找八抬大轿来迎娶你。取不取得功名，都要回来。不管多久，我等你。终于金榜题名时，我只想第一时间和他分享喜悦，却发现再也得不到莲香的消息，所有书信都石沉大海。直到有一天，他以另一种方式再次出现在我面前。朕封新科状元桑子明为左都御史，彻查小王爷被杀一案。据目击者称，凶手是一名女子，名叫莲香。把玉佩交出来，找死！上！姑娘，你没事吧？没事。是什么人？别多管闲事！你们这么多人欺负一个姑娘，简直目无王法！我看你是不想活了！大家各取所需，别自找麻烦。公子，这里是妖魔山，魑魅魍魉比较多，你还是先去保护那个姑娘。谁也别想走，快走！自投罗网。
多谢公子相助。你不认识我了？你是？我是桑子明。桑子明，我成绩找得好辛苦啊！我高中状元以后，朝廷给我的事情让我根本无法脱身。我急于找你，写信托人，可都杳无音讯。哦，对了，你原来有一对龙凤玉佩，在我进京赶考那一天，你把龙形玉佩给了我，我一直带在身上。糟了，可能是救你的时候掉了。你真的是桑子明？当然。这段时间到底发生了什么？你怎么连我都不记得了？还有，你怎么成通缉犯了呢？小王爷死那天我确实在场，但他真的不是我杀的。我可能也是受到了惊吓，所以之前的一些事情我就记不太清了。我这次是以朝廷御史的身份来的，来调查小王爷之死的真相。当然，我急着来还有个私心，就是要找到你，把你知道的一切都告诉我，我一定还你个清白。那天，王府举办堂会，我们都被叫去给小王爷唱戏。只有找到青衣，才能解开谜底。麻烦问一下，麒麟镇的方向是往这边去吗？麒麟镇呢？我劝你们还是别去了。听说一个女的杀了小王爷，进出的所有女性啊，都要经过严加盘查。回去吧，谢谢啊。等一下，你们干什么呢？大人，我们是附近的商人，刚好路过麒麟镇。她是女人吧？这是我的仆人，男的。把面巾摘下来。大人，我是八王爷的朋友。今天就算是天王老子的朋友，也得让我检查。如果她不是女人，就让你们过去。大人，我是八王爷的朋友。不要给我来这一套。赶紧让他把衣服脱了。哎，大人，这么多人呢，脱衣服不合适。哎呀，帮帮忙！快点，赶紧把衣服脱了。好，我脱。追！翻斗爪，是。
快快！别害怕，有我呢。你躲好，我去看他们。放心吧。在哪儿呢？站住！站住！快走！多谢大侠救命之恩，在下桑子明。柳班主，没想到在这儿能见到你。可是莲香现在还被人追呢，他怎么办？啊，我已经派人找他去了。好。哎，你不是高中状元了吗？怎么忽然又到我们麒麟镇来了呢？我现在是左都御史，奉朝廷之命来查小王爷之死的真相，正好遇上莲香被通缉，所以暗中调查，没有表明身份。哦，这你放心，这个地方很安全，官兵搜不到的，你就安心躲在这儿吧。好。班主，莲香回来了。哎，莲香，你没事吧？没事。好。这位是柳班主啊，你原来在麒麟镇唱戏的时候都是柳班主一手给你安排的。柳班主，对不起啊，我出了点意外，以前的事很多都不太记得了。班主，我想跟您打听一个人。打听谁？青衣小鱼。小鱼？他在小王爷死了以后就再也没有出现过。去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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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莲香，你在干嘛呢？哦，我刚进来看你不在，发现你的床铺有点乱，就帮你整理一下。啊，哦，我去帮你打壶热水吧。桑大人，不好了，八王爷带重兵把我们戏班的人都围起来了。王爷，我们已经把麒麟镇包围了，一只苍蝇也别想飞出去。我要知道麒麟玉珠的下落，先把戏班这些人给我押回去。
我要严刑拷问。八王爷，您误会了，我们这些人没人敢拿玉珠啊！把他们统统带回去！住手！又是你！来人，给我拿下！慢！我是左都御史桑子明，这是我的委任书。王爷，恕在下有要事在身，不能登门拜访，还请勿怪。皇命在身，为朝廷做事，我怎么能怪你呢？不知何事让王爷如此震怒？昨夜四大护卫在妖魔山被杀，押往京城的贡品麒麟玉珠被劫，现在凶手就在麒麟镇，我要在麒麟镇找到凶手，找回麒麟玉珠。麒麟镇的人嫌疑最大，不杀不足以威慑这些刁民。王爷，既然我在，这件事就交给我吧。好啊，既然左都御史愿意分忧，那我就省心了。我只给你十天时间抓到凶手，找回麒麟玉珠，否则格杀勿论。如果你晚来一步，后果实在是不堪设想啊。你答应八王爷十天找到麒麟玉珠，你有把握吗？玉佩难道在他身上？班主，麒麟玉珠到底是个什么呀？这仅仅是个传说，现在看来是确有其物了。它能够让人长生不老，起死回生，而且还能够增强妖力。既然它在妖魔山被劫，那么只有一种可能，有妖。撤！莲香，不是让你别跟来了，你怎么还是来了？我担心你，所以就偷偷跟过来了。这是妖魔山，很危险的，你快回去吧。危险我才不能让你自己一个人在这儿，有我在至少有个照应。那好吧，麒麟玉珠被劫的现场应该就是这儿，咱们分头找。好啊。有点累了，我们先停下来喝口水吧。好，班主再三吩咐，天黑之前
一定要离开妖魔山。桑子明，喝点热水。行。对不起了。玉佩也不在他身上，难道真的是丢了？没事，桑子明。麒麟镇永远都不要再回来了。为什么？你会有血光之灾的。你到底是什么人？你三番五次来找我，到底是何用意？启禀八王爷，飞鸽传书。你们都下去吧。是。朝廷派来的那个人不好对付呀，是个知高不论的顽固，如果不能拉拢过来，就找机会清除了。只是他是状元身份，死在我们手里不好交代。一个小小的御史，我们先不着急对付他，先对付那妖怪。袁初子已经准备好了。那两块玉佩有下落吗？不会耽误我们的计划。等我们得到了那两块玉佩，那天下就是我们的了。桑大人，我等候你多时了。你是什么人？我是王爷府上的人。你熟悉妖魔山的妖孽吗？自从那妖孽来到麒麟镇，天气异常，灾难频发，就连镇子周围都变成了荒漠，妖魔山整日妖气笼罩，这妖孽我迟早要除了它。我去过妖魔山了，看了麒麟玉珠被劫的现场。
难道你不想知道我发现了什么吗？你和我的区别在于你不懂法术，单凭肉眼你看到的都是假象。既然大家都知道麒麟玉珠是那妖孽所为，为什么还要为难麒麟镇的百姓？没有人是无辜的，就算那些老百姓，当他们变坏人时，说不定比妖孽还要可怕。那你呢？我？好人还是坏人？你觉得呢？我总是习惯把人往好里想，我替你找了100个理由，但还是说服不了我自己。我入道多年，杀妖无数，随心而事。且慢，八王爷大寿，特地让我邀请你。青衣小鱼是个什么人？他是我曾经带过的一个徒弟，天赋异禀，敏而好学，很快就成了台柱子。小王爷非常赏识他，所以他经常到王府去唱一些堂会，时间一长他就成了专门到王府唱戏的人了，从此以后再也没有出来过。那小王爷的死跟他有什么关系？应该没有关系吧。坊间传闻说是小王爷跟妖魔结过仇，我觉得这有可能是妖魔所为呀。那为什么要通缉莲香呢？哎，这我就不清楚了。对了，班主，上次我看你见莲香的眼神有所异样，啊，为什么？因为我对莲香的嗓音太熟悉了，但是我这次一见她不太像啊。八王爷的寿宴你要去吗？我是左都御史，八王爷的邀请不得不去。能不能不去啊？为什么？我看八王爷他不喜欢你，所以。你担心我？放心吧，我不会有事的。今乃王爷寿诞之日，你我一同王爷上寿请啊。好好好好好。哥，王爷，恭喜啊！王爷，啊，在下有点事，失陪一下。啊，来人，下去伺候御史大人。好，不必，我自己去便可。啊。
那请便。是陪。袁初子怎么会失手让他们逃走？王爷，这女妖妖力大涨，算她命大，让她多活三天。抓不住这女妖，找不到龙凤玉佩，就拿麒麟镇百姓要挟于她，我就不信她能无动于衷。你没事吧？你怎么会在王爷府？我担心你。你到底有什么企图？你在说什么呢？你究竟是谁？我是莲香啊。你不是莲香，你撒谎。这玉佩不是丢了吗？这是真正的莲香给我的。你是谁？我确实不是莲香。我叫嫣然，是我假扮莲香故意接近你的。对不起，但我有不得已的苦衷。所以从一开始你说是小鱼杀了小王爷，是撒谎。我之所以说凶手是小鱼，是因为我想让你替我找到小鱼。因为他是我哥哥。
王爷，我妹妹来了。怎么样，他们两个像不像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啊？这位女子和我妹妹长得几乎一模一样。带走。不知王爷找我妹妹有何事啊？刚才那个女子叫莲香，她偷了我府上的玉佩，死活不肯说出下落。后来我找人查出来，她把玉佩送给了自己的姘头。于是我就想设计让她回来，巧妙地把玉佩拿出来。王爷，万万不可，这件事情不要为难我妹妹。让我去跟这位女子商量商量，或者……闭嘴。我不是来问你的意见的，而是命令，懂吗？如果有其他方法，我还用得着费尽心机到处找跟他像的人吗？王爷，我妹妹人还小，她不懂这些啊。不懂没关系啊，我可以教她呀。可是王爷，她……你再多说一句，我现在就要了你妹妹的。你放开他，你要我做什么我答应你。妹妹，你长得真好看。如果这次你拿到玉佩，你不仅可以救你哥哥的性命，还可以得到我的赏赐。如果你失手，你这辈子都见不到你的哥哥。快去准备吧。哥！从那天起，我就再也没有见过我哥哥。袁初子跟我说，只有找到龙形玉佩，才能换回我哥哥一命。他们为什么要费尽心思找龙形玉佩啊？我只知道拿到龙形玉佩就可以换回我哥哥的命，其他的我一概不知。让你假扮莲香的人，也是想杀我的人，你都知道，为什么还要救我？这件事情本身就是我的错。跟你接触这段时间以来，我知道你是个好人，你深爱着莲香。我不想伤害你，也不想伤害任何人。拿着，用这块龙形玉佩去救你哥哥。我骗了你，你还帮我。救人要紧，别犹豫了。你去哪儿？我去找莲香。你怎么来了？我哥他怎么样了？桑子明在哪儿？我不知道。八王爷计划有变，不打算留桑子明性命。把他找出来。听好了，别耍花招，小心你哥的命。
撤！撤！吁！放箭！莲香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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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在哪儿？莲香，莲香，是你。你受伤了，你怎么了？当年进京赶考，我被请到王府，后来你在外面还好吗？什么时候才能盼得你归来啊？王爷有事吗？没事就不能找你了吗？你说你长得这么好看，非得跟个穷书生，不如跟本王。本王保证你想不完的荣华富贵。龙凤玉佩是由龙形玉佩和凤形玉佩合二为一，再加上原本送给皇上的麒麟玉珠，妖力无限，能使妖变成人，人会长生不老。我只见过凤形玉佩。那是因为两个玉佩分开了，如果只有凤形玉佩，他的功力一定会大减的。你确定他就是我们要找的女妖？你肯定搞错了，他分明是人嘛。他可以骗过桑子明，也可以骗过普通人，但他骗不过我。龙形玉佩和凤形玉佩合为一体，主要的功能就是封印他的妖气。现在玉佩已经分开，他功力大不如前，我们只要把他打回原形，就能彻底的消灭他，这样我们就能得到凤形玉佩了。那龙形玉佩应该在桑子明身上？我已经调查清楚了，龙形玉佩确实在他身上。挡我路的是人是妖，我都会让他死无葬身之地的。哎呀，莲香，没想到你原来是只妖啊。你到底想干嘛？那块龙形玉佩在哪儿？真是不见棺材不落泪呀。你以为你化成人与人结婚便真成了人，
以为桑子明不知道你是妖，就可以逃过此劫吗？我跟桑子明在一起，是为了报恩。哼，你这千年女妖，迷惑凡人。说出玉佩的下落，我可以免你一死。你信不信我让他把你打回原形，毁了你的容颜，永不修复？哎，男人都是喜欢漂亮脸蛋的女人。你这一旦被打回原形，就算他再爱你，也会讨厌你，甚至恶心。少废话了，还有什么招，就尽管使出来吧。王爷，我妹妹来了。怎么样，他们两个像不像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啊？这位女子和我妹妹长得几乎一模一样。袁初子，交给你了。是，王爷。把人带走。玉佩果然藏在你身上。就是这样的，原来是王爷府的人害了你。莲香，跟我走吧。我再也不能恢复人形了。没关系的，我们可以再想办法。人妖殊途，我们终究是不可能在一起的。可是
你怎么来了？我来是为了通知你，八王爷突然改变计划，恐怕是要杀了你。我早晚将他们绳之以法，送去大理寺。哦，对了，这个是上次我在麒麟玉珠的丢失现场发现的，当时藏了起来，没有给你。总是这样藏着躲着也不是办法，依我看，要不然我拿着龙形玉佩先去应付八王爷他们，救出我哥哥，你拿着凤形玉佩，这样就算他们有了其中一个也做不了什么坏事，你觉得呢？你哥已经死了。整件事情从一开始我就觉得不正常，你说你回来以后看到小王爷已经死了，躺在地上。没错，虽然他们穿的一模一样，可是我明明看到倒地的是小王爷。那你哥呢？我不知道，我明明看到。小王爷，救我！我哥在哪儿？这不是小王爷的扳指吗？我明白了，小王爷他根本就没有死，是他杀了我哥哥，让我哥替他去死。没错，朝廷一直盯着他们。小王爷杀了你哥，来了这个以待逃江的计划，就是为了消除朝廷对他们的戒心。这么看来，这背后一定有一个不可告人的秘密。有两个人在这候着。哥，走。哥，快走啊！快走！来过，追！从现在起，这件事就跟你没有关系了。你赶紧走吧。那你呢？我不能走，明天是最后一天。你还在担心麒麟镇的百姓？八王爷在朝廷上都横行霸道的，他一定会拿麒麟镇百姓的性命要挟于我。那我也不走。你不走，你不走你干什么？给我哥报仇。可你只是个女人，你能做什么呀？正因为我是个女人，我才能把所有人都认为我做不到的事情都做到。他们追来了，嫣然，不要再做傻事了，找一个没有人认识的地方，好好生活下去。答应我。谢谢你，桑子明，你已经为我做的够多了，剩下的事情，我来帮你做。
归原主，这个玉佩还给你跟莲香，你才应该好好活着。麒麟镇的百姓都需要你。在哪儿？你还有脸来问我？我哥都被你们害死了，你还要继续骗我？知道的太晚了，给我拿下！嫣然，桑大人，等您很久了。王爷，桑子明已经被擒。你们下手如此狠毒，真是丧心病狂！我会将这一切如实上报朝廷。你以为我会怕你？我早参了你一本女狐妖的不伦之恋，害死了很多麒麟镇百姓。早该把你抓起来！来呀，还愣着干什么？慢着，把剩下的百姓放了，我把龙凤玉佩给你。玉佩到底在哪里？在我身上。虽然有功，但功不抵过。你身为左都御史，触犯皇家法律，明知故犯。明日午时三刻，问斩。你总算露面了，小王爷。你怎么知道是我？好一个李代桃僵的计划！等我来救你啊！快去准备吧。还有一件事需要你帮忙一下。只要王爷答应放了我妹妹，我愿意为你赴汤蹈火，在所不惜。你愿意为我去死？抬出来吧。抢麒麟玉珠的事也是你干的。
扳指留在现场了。撤撤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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末将参见小王爷。四位将军辛苦了，把麒麟玉珠交给本王，本王代交给朝廷。小王爷，这有点不合规矩，这是朝廷贡品，末将必须亲手交给皇上。你不交给本王，本王怎么长生不老啊？本王怎么嫁祸给那只妖啊？说呢，四个扳指少了一个，原来是落那儿了。你以为做得完美无缺，利用小鱼做了假死，就可以避开朝廷的视线？我拿着皇上的密令，就是要将你绳之以法的。我现在不用小鱼了，过了明天你就替我去死，我得好好感谢你，我会给你找个风水宝地，给你修个坟。嗯，怎么样，御史大人，认输了没？还没到最后。不过你也算厉害，我骗过了朝廷，没想到还是被你找到了线索。你知道龙形玉佩在我身上，所以一开始就选定了让我做御史来查这个案子，这一切的一切都是你安排的。对，你知道你的重要性了吗？我好不容易知道龙凤玉佩可以打开无上心经，我终于在莲香身上找到，可是他竟然把这么重要的龙形玉佩送给了你，没有办法呀，我只能把你骗回来，让你乖乖地交出来。没想到你这么难对付。为什么？为什么对莲香下这么重的毒手？我这个人很少动情，即使他是个妖，我也很喜欢他，可是他对你的爱让我妒忌，我得不到的你也别想。要怪就怪你自己吧。对不起，桑大人，是我害了你。此事与你无关，不怪你。午时三刻一到，
准备行刑。这样，这怎么可能？守夜那日要杀桑子明，有一个黑衣人突然出手，应该是嫣然那个臭丫头。快去把真的玉珠给我找回来，我要让他们都死。莲香，莲香，你没事吧？这是麒麟玉珠，你看能不能救他？为什么会在你身上？上次八王爷寿宴，我给偷龙转凤了。没用的，麒麟玉珠只有跟龙凤玉佩在一起，才能起到起死回生、长生不老的法力。可如今，龙凤玉佩在王爷府，但是麒麟玉珠没有用。想跟嫣然单独说几句。莲香，嫣然姑娘，在我化成人形之前，有一日看到你与你哥哥在戏台上唱戏，当时你的模样清纯可人，我便化成了你的样子来到子明身边报恩。你哥哥的死都是我连累的。你不要太自责，这件事情本就与你无关。我想问你件事。你说，你喜欢子明吗？其实你的心思我都明白。喝点水吧。子明，你还记得你曾经答应过我，说你考取功名之后，就拿八抬大轿来娶我。我记得，可如今我这副模样，你还愿意吗？我愿意。那你能不能现在就完成我拜堂的心愿？好。
十年苦读，无论如何我都想试一试。你不会忘了我这个唱戏的吧？莲香，我还差你个拜堂礼，等我金榜题名衣锦还乡的时候，一定找八抬大轿来迎娶。不能在一起的，当初是我化作了嫣然的模样，现在我是为你们两个成亲，你也算是答应了我的承诺，以后就让嫣然替我陪着你吧。原来你们躲在这里，死到临头了还拜堂成亲。袁主子，又是你，你们快走。我拿下！尽失，还想跟我斗，受死吧！停！
麒麟玉珠在哪儿？不说，东百户，杀了他！慢着！ 住手！朝廷密令在此，经查明，小王爷欺瞒朝廷假死，戕害青衣小鱼，逼迫民女嫣然，企图谋害朝廷命官，欺上瞒下，死罪难逃。东百户，现在给你个将功补过的机会，即刻押送八王爷，还有小王爷的尸首前往京城，不得有误。是，谁敢违抗皇命？你们是想满门抄斩吗？是，御史大人。 还不把冷剑神拿下！别动！别动！叶然，你怎么样？我今生替我哥哥报仇了，我没有遗憾了。你不会有事的。 莲香，你怎么了？你没事吧？我乏力。
件事，灵魂也马上消散了。我希望你跟嫣然能够幸福。不，不要！你听我说，我不答应你，我要你好好活着。生生世世的离合。
花开花落，缓缓靠近我。初离开人间烟火，望不尽动情一刻。若转身，你可会在等我？